然后这个是阿尔敏的秘策啊。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阿尔敏要变熟人了吗？对啊，这边要变熟人了，好像是固定的吧，只能一种吧。其实我不知道哎。我自由を取り返すためなら力が湧いてくる。この作戦がうまくいけば。才刚讲完而已就死了。为了自由，我会涌现力量。好，然后就晕倒在这边了。这就是你的力量，这样。僕はなぜか外の世界のことを考えると勇気が湧いてくるんだ。エレン、起きろ！海を見に行くよ。这就是女朋友在叫男朋友起床的时候的方式，用擦的。你们有没有女朋友叫你起床，然后叫不起床，用刀片擦你？叫醒了有没有？好恐怖啊！哎，那男朋友真难叫啊。我有去二十周年的海贼王，哎呦，不错哦。阿尔敏怎么了？艾伦同时拥有晋级和始祖哦。阿尔敏怎么了？阿尔敏，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啊。就是讲完战术这样子，你就要知道了。什么？我所认识阿尔敏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不会说这种话的。只有在这个地方 BGM 放的这么好听，那前面都一坨屎这样子。我觉得这边 BGM 放的不错啊。很有很史诗的感觉，然后讲完就掉下来了。勝負はもうついてたんだ。洪荒之力使出来。エルトルト、エレンの元に近づけさ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少しでも長く。你好大哦！我要怎么锁定他？看他的屁股，阻止他接近爱莲。明明就战锤啊！凯巨还活着，对啊，还活着啊！哎，为什么我掉下来了？所以目前我要阻止，所以说我要攻击他，但这个伤害不能看啊。我可以用雷枪吗？不行，这边不能用雷枪，要用雷枪炸。我这边在跟速度赛跑呢，他在疯狂逼近当中，我要不赶快把他脚砍砍了，要跪在地上了。没有，他只想跪地上捞东西而已。我把他脚砍到跪地上了。怎么阻止啊？有。该被喷好远啊！他只要被损掉一条血，就会放一下蒸汽这样子。冰酸哦。他在放蒸汽了吗？有要放了。在哪里啊？为什么够不到？
欸，他这个锁定好奇怪哦。算了，我就打下面好了。我觉得我要输了，欸。我不能按啦，啊。啊，完了，输了。凶讯已抵达，我要看我们艾莲被踩死了。多西达，拜拜。又补血是怎样？这是简单模式。你这个不用简单模式，你怎么打，啊？我现在是用简单模式啊，勉勉强强还可以砍得出来啊。啊，反正能过就好了啦，算了，不管了。能过就好了。我要被烧死了吗？哎，欸，只有四格。啊，我不是成功了吗？哎，欸，哦，有了有了，吓死我了！我也结束了，有了有了。他装熟了，他装熟了。分かったよ。今楽にしてやる。おお。僕の夢、命、すべて、きっとエレンなら海を見てくれる。变黑人了。終わった。装熟结束。次はエレンと馬を。陷阱来了！哇！最初にエレンが動けないと思わせたのも、ある意味の抵抗も、一个牺牲。証拠を作るための時間稼ぎ。すべては僕の隙を作るため。哇！艾伦首次击杀。お前が誰よりも勇敢なことぐらい。去了。要不要来一份阿尔敏啊？好吃哦，卖的最好的。要不要加点胡椒盐？还是要加点甜辣酱？啊，还是你要一点不一样的？还是你需要一点始祖巨人炭烤？还是啊？野兽巨人 BBQ， 你要哪一个？哇，解锁阿尔米的巨人之力耶！然后这边是最后的战斗了，最终化迈向大海。哇，居然是用长头发的艾莲 ，Sodis， 行哦，感觉很酷哦，艾莲刮胡长发。啊，你要梅子粉是不是？好，待会就来，待会就来。志願しなくでの死闘を終えて、調査兵団はついにイエーガー邸の地下室へとたどり着いた。我要吃车力巨人烤肉。そこに残されたグリシャの書物とエレンが父から継承した記憶の中には、この世界に残る多くの謎を
解き明かす鍵が眠っていた。嘉明的味道，我要套餐。哎，羊驼安安你好。九つの巨人の力を継承した者が継承から13年で命を落とすという非常な現実と。好，他们知道真相了。から受け継いだ巨人の名もまた明らかになる。進撃の巨人。进击的巨人。それはいついかなる時代においても。不管在哪个时代都追求自由而持续进行的巨人之名。时光流逝了2000年。6年后。行く手を阻む敵の姿があった。目標地点へと近づく調査兵団に巨人の影が迫る。你们觉得长发的好看，还是短发的，还是一般头发的啊？我觉得都有不同的感觉。马上就要看到海洋了。这是一群为了看海的游戏，玩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看海。靠腰，这是为了一群想要看海而巨人不想让他看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突然点出了盲点？有没有觉得中肯？你们休想阻止我去看海！我要去听海哭的声音啊！拜托，让我听一下海哭的声音好不好？短发、喔，台团长的说，因为爱莲他们私情而不救团长，但想让团长活着的人也不是因为私情，想利用团长的也不是因为私情吗？人性总是矛盾嘛，每个都是私情啊，只要是人啊，不可能没有私情啊。只是都是换一种方式在自圆其说而已啊，真的啊，就好比你说你没有你是一个最没有双重标准的人，谁会去相信啊？每个人都有双重标准啊，都会有想要的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些根本就是 bullshit， 就是屁话，知道吗？通通都是屁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都在自圆其说。我可不可以变巨人啊？看我们的爱莲都不能变巨人，怎么回事啊？打完了，那你过来，字典完毕。老头第一次讲道理，哈哈哈哈啊！我有时候还是会讲的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无聊看一下有人在讲一些东西，有一些想法突然有了就会讲一下、啊。也不是说都不会讲啊，往这边走。今天天气好好，我出来散步也要死啊！你说巨人吗？哇，不太妙。啊，阿明，阿明这个时候应该被吃掉也没差吧？哎、欸，不行，他不能被吃掉，不然超巨不是他了。
我们还想说他已经有复原能力了，不用怕他会挂掉说。撒给斯斯啊！老头，你伤害好高哦！这个是角色自动配置的装备啊，他伤害都会弄得很高，比较容易推进啊。我只是想要出来晒太阳而已，巨人表示哭哭。QQ。哎、欸，米卡莎，你不要再死啦！不要说什么永远再也不这句话了，很害怕。有我加持，应该是不会这么快挂吧？说实话，长发的、短发都很好看，我觉得是都不同感觉吧。哎、欸，奇怪，我不是救他了吗？那算了。啊，这边没有巨人了啊 ！Hello， 你有事吗？这该不会是游戏 bug 吧？发现了，正在救援。我已经在他旁边，他坐在一匹马上面，然后跟我讲说叫我救他。哎，啊，巨人嘞？哎呦，哦，吓到吃手手呢！啊，突然就这样。擎天柱立起来哦，怕爆！然后我获得了雷枪的那个大绝，等下可以弄一下雷枪来玩一下。巨人都不敢出去晒太阳，不是有说巨人好像是在……哎、欸，没有啊，巨人是在夜晚的时候行动力会大减嘛，对不对？白天好像不会，是不是？哇！哇！冲杀！飞起来哦！干，这个雷枪真是 bug 的存在，你知道吗？我到底看了真小？为什么雷枪炸的时候全部都在飞啊？为什么啊？我刚刚看到一群自以为是鱼的巨人在，不是啊，自以为是鸟的巨人在天空飞，欸，他们都想要当飞，想要当鸟，是不是？完美击杀。转吧转吧，七彩霓虹灯，这个幸福的颜色。继续转，还转不死，可怜的巨人，凌虐到底，结束了。猫之巨人。啊，终于可以看到海了！小屁孩的任性啊，这边应该要再看一次剧情了。好美，跟澎湖的海一样。这么嗨，这么嗨！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海水，我觉得这个不能叫晋级的巨人了，我们要叫做晋级的看海，晋级的看海啊！哦，我们阿尔敏终于达成梦想了。然而，我们的艾尔文团长梦想永远没办法达成了，二择一。
有没有突然觉得团长很可怜？怎么没有脱衣服？想太多了，跟动漫结尾一样哦。一定是一样的啊，他就是跟上动画啊，不可能不一样啊。跟老爸的记忆一模一样。赶快，赶快！要杀马来人了，对面是马来人吗？没了。你有先看动画吗？有啊，我动画看完我才玩的啊。